师好，我们的各位家人大家晚安。我在精英会应该有一段时间了，其实我是被很多的家人感动，尤其是秀静姐跟几位主持人。这里我们最大的我自己的感受就是，所有的参与的家人每一个人的分享都出自于内心的真诚，每一个人都是因为生命有了改变而参与这个大家庭的大家的聚会。那我个人其实是别人讲我只是每一个礼拜很希望今天来到，然后有机会跟大家在一起。那自己生活上的改变，其实今天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基本上是很严酷的事情。我抽了大概，我刚开始抽大概抽了四十几年的烟，烟瘾相当大。我大概参加了两次啊，就突然觉得好像抽烟没什么意思啊。可是为什么以前会这么坚持？这个烟瘾就是放不掉。其实我也是莫名其妙。最终我还是感谢哈，感谢我们导师给我们大家有这样子的一个机缘在一起。然后，如果修行来讲，这个环境哈，我想我们如果有去过其他地方，这里大概是最轻松，最没有压力，而且没有负担，可以很自然的成长的一个环境。那希望每一个人都在这里有所增长，然后甚至我们也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。谢谢。